有些时候我想离开这个家里面的人，这样是不是能够就是嫁给自己喜欢的人？我想就是。有些时候，我家里面说的也对，像我这样的人，只配一个就是，我工资就得安排我个人给他，工资。像我这样的人，只配一个40多岁的人。真的我，唉。阿美都不管自己的爸爸妈妈了，她没有了一个女儿了，老公，你们干，你在西安啊？就把东西都走了。二十公里的都是慢车，我不咋舍得。妈是你弟弟。嗯的。我不会心疼。你知道啊？妈都吃了，都吃了，吃啥多肉？我吃不得。好的。我今天一天都还没吃饭，我看见他们说我不想吃饭。我还没睡一觉。我们一个亲戚，我姑姑，结过婚有那么高兴吗？家们哪个人会高兴吗？你会高兴吗？我不会高兴呀。他们高兴我，真的我一点都不高兴起来。
有阿美西，跟这样的人说了没意思。对，就像你们说的一样。跟着我，跟我这样的人，怎么还没走？我还没有走呀。那么好的机会，你怎么不跑？外面下的雨很大，我就吃了一点，因为我一天都没有吃饭了，太老实了，我就吃了一点。不管怎么样，小小是吗？独眼龙，你嫁给安哥，怎么？走走，对对对，我跟那里住的，我吃这个。相信这辈子你就完了，家人们，我知道，是你，
不是我后妈的儿子，就是他前面结过婚的嘛，我后妈的儿子。阿莫，你为什么不出去呢？家人们，我也想走。有些时候我想走，有些时候我家里面说的也对。家人们，有些时候我也一脸懵逼，我自己也想着为什么要嫁给这个人，为什么答应，为什么，而不是这个事情不是我答应的，是我家里面我家里面人同意好了，让我嫁给独眼龙。而不是说我自己想嫁给这个人，家人们，不是说我自己想嫁给这个人，你说今天的话他们高兴了，但是家人们，我就下直播了啊！我就下直播了，拜拜，家人们。